士林名称，帮过许多艺人，弄过各种厉害的造型，在演艺圈拥有极高的时尚地位。平常除了工作之余，他也常在网上和粉丝分享自己的生活日常。二日他就晒出一张自己的嫩照，这样说大家就来互相伤害，谁没有二十岁过？只是我的二十岁只有58公斤，还自嘲自己从小时候眼睛下面就有一大块，搞不清楚是眼袋还是卧蚕东西。不过清纯的照片曝光后，也随即在网上引起讨论，网友纷纷认为老师以前根本是花美男一枚，那个浓眉大眼配上经典中分刘海，不说还以为是哪个偶像类。而李可白看了也晒出自己18岁的照片，自嘲真的老起来在等，实在是有够有趣的。